选哪个好呢？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样的灯泡？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在家里客厅的吸顶灯上面基本上会用什么样的灯泡？您家里用什么规格的您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您有没有把坏的灯泡拿来对比一下，我们就知道了。那您可以现在给家里人打个电话，让他看看是什么型号的。那没事儿，我自己再看看吧，谢谢你。小姐，找你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等我一下，一会儿就好。小姐，问你一下，前几天你有没有丢东西？没有啊。我前几天来这儿买过东西，但是没有丢东西。那这个是你的吧？不是我的，你可能认错人了。你打开看看。这不是我的，我。你看一下。照片上的人是你吧？虽然和现在差别很大，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。照片上是我，但这个钱包确实不是我的，我不能拿。小姐，肯定是一定认识你的人，说不定这个皮夹的主人在暗恋你。可是这个不是我的，我真的不能拿。一直也没有人来领，放在我们这儿也不好处理，交上去也是充公，还不给你。你和皮夹的主人肯定有关联，说不定啊，我还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。会不会是他都不想见我？怎么会是他的？没身份证，也没什么卡，这要送到警察局，也很难找到失主吧。
我钱包怎么会在你那儿？今天下午一个美女送到咱们所，说吧，是不是在外面惹什么桃花灾了？钱包居然在人家里，肯定在人家过夜了。你胡说些什么呀？ 送钱包来的是什么人？不认识，一个短头发的姑娘，眼睛挺大的，听美婷说好像是什么杂志社的赵小姐。她人呢？早走了。你就承认了吧，啊？你肯定干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，不然人家怎么会躲在咖啡馆看见你走了才敢进咱们所？一晨，干我们这行的，信用非常重要。 你可不能干什么骗财骗色的事儿啊！看出我走了，他才进来。对啊，我在咖啡馆吃东西，看见一个姑娘一直看着咱们所大门，我还以为是来寻仇的呢，没想到是情仇。嗯，你先出去吧。这么快赶我走？ 事实真相还没交代呢，老袁，我想静一静。钱我可没动啊！你不是要拍风景吗？我把风景还给你。 告诉你的名字，也没有告诉你哪个系的呀。贺以琛，国际法二年级。